欢迎收看《半妖倾城》特别探班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天使测蛋组合，我是测测，我是蛋蛋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在《半妖倾城》的剧组，可以看到身后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拍戏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人，找一个女主角，就是我们这部戏的女一号，她在哪里呢？等等。Part One， 她叫玛丽·倾城苏，是浑身散发着妖麦甜气息的女主，号称家里穷的一逼，居住着比完美假期的完美别墅还要豪华的 Big House， 或辣椒粉和墨水加持，夺得花国皇后。第30届花国皇后的总冠军是聂倾城。在剧中，人爱她，妖爱她，人妖也爱她。人和妖，这是人妖。所有的这一切，都只是因为她有一双隐形的翅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芒果 TV 的朋友们好，我是李一桐。我刚刚在剧中杀完人，大家看一下他的手，真的是还有血，还有血。我们看到一桐这个造型当中有一点很特别，这是头部最好的部分。对啊，他这个小耳朵，是软的，很有肉感，很有肉感。劳动人民总是聪慧的，选取上好的材料，对腰耳朵进行修剪，加以小火慢炖。待其充分贴合倾城的耳廓，再进行着色，一对鲜美可口的腰耳就此诞生。这什么味道的？你敢真的咬吗？你敢真的咬吗？我真的咬了，厉害你的！我真的咬了，真的是橡胶吧？看到都好想吃一口。你每天粘着会觉得难受吗？习惯了吧？习惯了。那这一次就是在剧中跟哲瀚演对手戏嘛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也跟剧组很多人都打探过，所有人都聊过，说你们两个 CP 感真是不一般。好了，你拉住我了，可不许耍赖啊。各位请帮我做个见证，从今天开始聂倾城就是我女朋友了。而且不单单是在剧里面，说现实生活中两个人总是黏在一起，大家都融不进你们的世界耶。是吗？他们是多余的。你觉得跟他就是拍感情戏感觉怎么样？先说在戏里面吧。戏里面就是哲瀚，他的性格跟明夏很像，因为于正老师也说这个为哲瀚量身打造，打坐的一个角色，打坐。然后哲瀚在戏里面，他跟我对感情戏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帮助的，因为他，比较有经验的一个演员，已经演过几年戏。对，有时候我情感不够的时候，他会给我一些激发。他是你的理想型吗？有那个属性在里面，那就是有，有的。就是说未来是有可能会发展的可能性吗？这个吗？我们现在还属于，还是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？因为我们老是互掐在底下，因为现在就是太熟了。他说你们俩是老夫老妻了。对啊，是的。而且我问他爱不爱你，然后他就整个人他超爱，好吗？怎么样？我们俩你们在骗我？真的，我们有视频为证，回放啊。你觉得他是不是你喜欢的女生类型？我觉得他是我喜欢的。你觉得他是你喜欢的？你爱他吗？我中害羞了。我中你。那你爱他吗？我在戏里。生活中呢？我在生活中。生活中还没有到来的一个情感中。Part Two， 他叫明夏祥指王，是玛丽倾城苏的官配 CP， 家境殷实，惩恶扬善的大少爷。之所以被称为祥指王，是因为。He has a stupid mother. She always doesn't want Mingxia Finger King fall in love with Mary City Zoo. Hello， 各位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我在《半妖倾城》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叫明夏。明天的明，夏天的夏，是一个很厉害、很聪明、很勇敢的探长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在整个剧组逛了一天了，挖到了很多猛料。对，很多人都说你和一桐就是。不是单单是拍戏了，就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黏在一起，擦出很多火花，真的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就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，觉得他不太说话，还挺腼腆、很单纯的姑娘。
进一步了解之后呢，来到一个中度认识，就开始我们的进行一个磨合，就是演戏方面啊，哪方面？演戏方面，肢体接触了吗？戏里面有，你们戏里面有吻戏吗？有有有。吻到什么程度？吻到什么程度？就是电视剧让播的程度。温馨提示：接下来将播放一段画美不看的画面，未满十八岁的小朋友请主动将进度条往后拖一分钟。透支了。你觉得跟李一桐拍吻戏的时候会来电吗？什么样的感觉？什么样的感觉？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接吻的感觉。你会觉得有来电的感觉吗？对对，反正要用心投入。那除了李一桐之外，你觉得剧组其他的女孩子谁还长得比较漂亮？稍微能够入你心。对，我们的颜值非常高，于老师选角色。那倒是当然不用担心了，但是你要想一个仅次于李一桐，对，仅次于李一桐的第二名是谁？剧组当中，瑞贤吧，选我和我，因为我们的这首戏比较多一点，平时私下里比较熟一些。Part three， 他叫 Always 悲剧学舞，因为心血来潮给他爸比送宵夜，结果不小心抱走了原本能使爸比一战成名的腰，从而让他爸比突发奇想，一把火烧掉了自己。在偶然的巧合中和名下 Finger King 相遇，于是单方面 fall in love， 从此 Always 悲剧学舞走上了强拆男女主的不归路。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帮忙。哪里的话，你在我心里就像妹妹一样。这是我女朋友，叫聂倾城。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，是济仁医院的新院长江学武江医生。哇。而导致这场三角人妖虐恋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人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新派编剧于大大。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于正。好久没见了。是，好像之前也没见过。好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半妖倾城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小鲜肉嘛。是的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半妖倾城小鲜肉敬业大调查。这些小鲜肉哪一位是在这个片场最敬业的？其实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些戏最辛苦的肯定是我们的女主角啊，因为她是个女新人。从来没有拍过任何电视、任何广告、任何的出演过任何节目，但他非常用心，然后水深火热的，这么冷的天，下着大雪，零下十几度的水，说跳就跳了。哎，一桐那天特别危险，我想告诉你们一个，你们一定要注意那个特别美的镜头，他下水的。因为那天啊，剧情是这样的，他下水以后挣扎，但是其实那天他真的跳下水，是真的，但大家以为他在演戏，就没把他拎起来。后来对对，后来那个我们的主任发现真不对了，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子呢，憋到脸是出来紫色的，就赶紧把他拎起来，你知道，拎起来他才说那是真的。你知道我听到这一段我的头皮发麻，因为真的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然后我很紧张，我觉得我这几年遇到的女演员每一个都会让我有所感动的东西。那她的下水
包括之前拍《陆贞传奇》，赵丽颖的耳朵冻得没有知觉啊，包括大夏天我们拍宫的时候，那个杨幂的衣服全部都是出着汗水滴起来的，那我就觉得演员只有这样的努力才会有所收获。所以于老师当时是怎么就一眼就相中了让他来演这个角色？其实我跟他是很偶然，因为他签在我一个好朋友的公司，然后呢好朋友约我吃饭，然后就见了他，我就很想让他来帮我演一个美人为馅的一个配角，但是呢越看他又觉得他不是个配角。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半妖倾城已经经历了一些事儿，从最早我看中的一个女新人就是可能档期原因没有来，然后接着呢就是找了一个明星，找这明星呢其实我蛮喜欢他的，然后他人也非常好，长得也很漂亮，但是就不是倾城，我就一直觉得没到那个感觉，对，我觉得他很棒，但是他就差那么一丁点距离，然后在我纠结的过程中就遇到他。讲了这么多李一桐了，接下来第二位敬业的会是谁呢？第二位敬业的肯定是我们的男主角啊，因为我被因为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很辛苦演这个戏，因为我的要求很高，我对这个戏呢其实他演的都很好了，导演也夸他，但是我总觉得还要更好，尤其是看了《太阳的后裔》之后，我就更想让他有这种 feel。这么有 CP 感，不怕他们现实生活中假戏真做吗？哎，如果他们真的要谈恋爱，你会阻止吗？还是会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其实说句心里话，一般男女主角在我这里拍戏，我要看到苗头，一定是鼓励的，因为只要出来东西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评选第三名了，除了男一号和女一号之外，其实第三个呢，从辛苦角度上是一个人，但是我想说另外一个。因为他们并列好，对，先说辛苦角度的事情。从辛苦角度，应该是我们家米热啊，就这个腰的状态，其实他很少有。那么这次我觉得他很好，他就一直在模拟动物的感觉，我觉得他特别辛苦，就是他戏每天回来都在想着这个，然后呢对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做模拟。然后我为什么我要说何瑞贤，这是一个纯新人，然后呢我是怎么看上他的呢？我无意中呢看微博的时候看到一张照片，然后我去搜了他以后呢，发现他是北电第一名考进去的，然后试他的戏呢完全没问题，结果到现场开始发生各种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他特紧张，第一天拍了好多条都没过，然后呢导演说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呢，我拎了一瓶二锅头就去现场了。然后呢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，他喝完酒马上感觉就来了，而且他演得很好，但是有一下一句啊，就是他演到一半还差两个镜头的时候就醉倒了。还有最后的没有问到，我是拒绝，可是我的心却答应了。他告诉我，哪怕你不爱我，哪怕这是假的，哪怕这只是一出戏，我也要演这么一次，经历这么一回。是，这是一部还可以的戏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就不好就来我的微博吐吐槽，如果好的话就支持一下那个芒果TV，给他一些点击，大家都给收视率加点油，给那个我们的点击率加点油啊。我觉得你看这部剧有这么强的 CP， 还有我们那么可爱的西蒙子，还有我们于老师这么用心的制作，我相信呈现给大家出来会是非常精彩的半妖倾城。希望大家在半妖倾城播出之后能够准时的收看，我们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料的东西，各种料，各种猛料在里面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完之后播出之后能够喜欢我们的半妖倾城。